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了台南的金华火锅这里。这一家店它竟然有大胃王挑战。它这边挑战的方式是说，它会给你一盘火锅料、菜、面跟肉，你要在一小时之内把它提供的东西都吃完。然后失败的话，它好像要付开锅费359元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进去挑战看看，说金华火锅的大胃王挑战，我们会成功吗 ？Go！现在我已经就坐了哦，好期待等一下挑战的内容物，因为我看到网络上好像都还没有人来挑战这个大胃王活动。那我自己按铃哦，好吧。那我们挑战开始。好，那等一下我的计划是说，我们先把这些火锅料吃一吃，然后最后再杀这些肉还有饭。但是他这个挑战最魔王的地方，他竟然还有一包面。我们先加一点蔬菜下去吧，让蔬菜先煮一煮吧，不然这个菜看起来那么多，有点恐怖哎。我还有看到大魔王芋头，给各位看一下芋头，母汤啊，怎么会有芋头在这里面呢？我才塞了1/5的东西，这锅就满了。哦，等这些料煮好，我已经等到有点受不了了，因为他眼前的这个猪肉看起来实在太可口了。给各位看一下猪肉片，但吃这个挑战要注意的是，这个猪肉片务必要烫熟才能吃啊。哦，完蛋了，猪肉片它是选用很有嚼劲的梅花猪啊。嚯，先来吃吃看不要沾酱的料好吃吗？好棒。等一下我们应该会需要这些酱料帮忙。那先把这些煮好的料放在旁边乘凉啊，不然要等这些料凉了才吃下去，我觉得太拖时间了。我们先把手上所有的蔬菜尽量能加多少就加多少，全部加下去了。哦，天哪！这个量也太多了吧？哦，底下还有这种冬粉呢。我觉得这样不行啊。在蔬菜底下还藏冬粉，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吃这个碗白饭吧，拿着料一点一点的配下去，现在沾一点它的招牌沾酱。哦，它的招牌沾酱竟然是腐乳酱哎。好下饭哦。现在吃吃看这个很特别的火锅料，咬下去满满的鱼浆味在嘴里散开来，
哇，米血已经掉底了，给各位看一下，太猛汤了。OK 啊，第一盘菜已经吃完了，然后接下来吃这个最难消灭的猪血糕，还有冬粉吧。刚粘锅底的米血，今天煮到粘锅底，真的是，我接下来要把剩下的火锅料一举全部倒进火锅里面了，没得客气。没想到他米血还剩这么多哎，这个挑战真的是很完人啊。接下来开始吞菜吧。给各位看一下，淀粉加淀粉，嚯！两位之前来这边挑战的人都失败了。吃到这边，我们开始来涮肉吧。我的老天啊，它的火锅料怎么这么的多啊？然后我吃肉的方式哦，我是将它的蛋打开之后，拿肉去沾这个蛋液，再拿下去涮呢。这样子肉会吃起来比较滑嫩呢。是觉得说他这个挑战一个小时，然后要吃这么多火锅料有点硬，因为吃到最后面呢，火锅料已经吃到没有味道了，太复杂了。接下来来吃一点猪肉片吧。
哦，时间剩十七分钟了，现在时间只剩不到十七分钟了，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料还这么多，满满一桌呢，这到底该怎么办呢？面对这些火锅料，我越吃越没动力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觉得我还是放弃好了。我跟他们说我放弃，然后慢慢的吃这些东西好了。不然看着时间，真的好有压力。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弃权，然后中段时间慢慢吃吗？我待会把它吃完的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好了，各位，那等一下我慢慢把这些料吃完吧。真的是 Oh my god！ 没想到要在一小时之内吃完这些东西，好难哦！所有东西都是咬三下就吞下去。我觉得我真心需要再练习。他这边挑战失败的话，他一餐要花费380元。但是说我最后挑战失败了。我是希望我能好好把这些料慢慢吃完呢、啊，因为刚五分钟要吃完这一盘，还有一碗饭跟这个面，我觉得太硬了，很硬哎、欸，那根本是要用吞的，没有办法好好咬啊。所以对不起各位，我们挑战失败。那等一下我要去结账了，然后我们回去饭店做结尾吧。还有今天我来台南玩的部分，我会另外做成一部影片，到时候影片的连结会出现在这里。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啊，为什么我会没有办法在时间内吃完呢？好隐恨啊！